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拉风牛。昨天下午的视频里面说到双生会在近期房产，但是没想到的是来得这么快啊！今天呢就看到了官方公布的双生战神将会在本周五房产消息。哎呀，糟！小老弟们敢堵我啊，惹到了我腾空王者，看我怎么教训你们！那么此次腾空王者房产还会带来一款新皮肤，那这款皮肤的名字叫幻音。拥有这款皮肤的话，将会在双生战神原有的属性上再提升 0.02 秒的小喷时长和 0.1 的敌气。那这样的话这个敌气的效果可能甚微，但是小喷时长的话是直接到达了 0.8 秒啊，真正的随手延续车。并且呢，这款皮肤还把这个喷焰改成了螺旋式的大喷。与迅捷流星那种不同的是，这个皮肤呢是直接把五个小喷都给螺旋了起来啊，视觉效果也是直接秒杀这个指挥官。那么问题来了哈，这个车还值得抽吗？我给大家分析一下，逐星者呢，无论从名字还是特性上，都是奔着迅捷流星来的。你看氮气时长加长两秒啊，也是直线图的优势是吧？再从名字看，无心者啊，意思就是把迅捷流星给驱赶走的意思嘛，是吧？虽然呢近段时间是没有流氓车奔着双生来的，这个双生呢至少还有几个月的统治时间，毕竟特性还有地位摆在那里啊。这是我个人的看法，那么你们觉得呢？欢迎评论区发表看法。好的，谢谢收看，喜欢的点赞关注哦。